林志玲虽然已经43岁了，还是众多宅男心中的女神。在娱乐圈中，林志玲已经是一个多金的女王，而她的感情生活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谁才是她的真命天子呢？言承旭、郭台铭、邱世凯等都和林志玲有着诸多的绯闻，但是直到今天，林志玲仍然是单身一人。在娱乐圈中，谁才是林志玲最理想的爱人呢？翻开林志玲的合作史，我们发现一个男人是林志玲最中意的，他就是黄渤。自《疯狂的石头》后，黄渤这个晚熟的演员彻底爆发了，近年来更是成为70亿影帝，在综艺节目中更有着极其精彩的表现。黄渤已经成为了国内的绝对一线巨星，而他和林志玲的合作更是让大家看到了林志玲对黄渤的钟爱。101次求婚是两个人缘分的开始，之后在各种综艺节目和商演的互动更是让大家看到林志玲对黄渤的喜爱。在极限挑战中，林志玲更是多次与黄渤搭档，两人在节目中的互动更是甜得腻死人，不是一对就是无法让人相信。林志玲更是多次向外宣布自己的择偶标准，其实也没有什么要求，只要她和黄渤一样就好了，这就是公开的示爱了。如果男未婚女未嫁，林志玲绝对要把黄渤拿下。可是天意弄人，在现实生活中，黄渤已经有了自己的爱人，两人之间的婚姻感情已经超过了18年，可以说情比金坚。